这样子唱歌哈。黄明志跟龚科云的歌曲《咖喱嘞》。Brandon，Ollie，Are you ready？ 准备好了。酒吧活力 Go！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enda。你好，我是 Chloe。要祝大家假期愉快。今天没上班的朋友呢，就好好的休息。有些人呢，可能会趁着这个假日啊，去旅游这样子。那讲到刚刚那首咖喱嘞呢，我就突然想一件事情。你知道我们公司呢有食堂吗？食堂呢，就当然有卖饭的那个商家嘛，那个老板哦，是一个印度人来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印度先生呢，很可爱的。我每次呢去到 canteen 的时候哦，我什么都还没有做哦，就是我走进去跟他四目交接的那一瞬间，他就跟我讲，就直接问我们 Macabre， 我说我来 canteen 我一定要光顾你们，因为其实我们的 canteen 有两个不同的店，然后卖的食物也都不一样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之前就是有一阵子很常光顾这个印度先生的店，所以这个印度先生以后看到我，自然而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你要吃什么，他完全没有给我选择的余地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有时候呢，我就会有一种我想要试试看另外一间，想要吃另外一间的食物，看起来比较好吃。所以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老板会做什么，因为他让你没有台阶下，对，你就只能够等他的。因为我四目就交接之后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如果我去点隔壁家的，好像也怪怪的。那他就一直盯着我，就是那个眼神就一直盯着我，想说你来我这边吃，来我这边吃那种。对，我有一次真的试过，就是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走去隔。Recording complete。被藏成的过程一滴不剩。照亮你我前行的迷宫。我也有梦浮在尘埃之中。感情的世界诉说的冲动。别让你想始终忘记怎么振动，在无声之中。Recording complete.
才刚结婚，没错。但是这首歌曲却是在讲一首在感情状态里面很长一段时间，嗯，可能是爱情长跑的一个状态，对对对，彼此都离不开对方，可是你们明知道你们两个人没有爱，对，慢慢消磨掉了，消磨殆尽了。对对对，所以这首歌曲呢，它在 chorus 里面在说 ，Every time it hurts to know，不爱我就活着。对，这个是一个很血淋淋的一个现实。对对对，就当一个感情走到了平淡，可能太长的一段时间了，你们之间没有任何的爱的这个情况底下呢，这个伤痛是很让人不舒服的。对，吴佩如自己呢，其实也说这首歌曲他在录制完之后啊，自己在听回的时候，本来想说，就因为他自己本人是一个搞笑啊，然后就是很大咧咧，然后整个人是活蹦乱跳的一个女生，她是一个非常低的女生来的。但是呢，他在听他自己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他本来想录一些 BTS 那种啊发新歌什么鬼，但是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他真的哭爆，哦，他自己也哭爆。即便说这首歌的曲风不是那种特别会让人想哭的那种抒情的曲风，但是就是他带有一点点那种摇滚，有点洒脱，但是又放不下，就是有一种抒情摇滚的感觉。对对对，所以这首歌曲叫做 Every Time It Hurts， 就是每想起这个人，每想起我们就是曾经走过的一些画面，然后我们经历过的一些点点滴滴，我们走过的一条路等等，都会让你想起这些伤痛。但是怎么办呢？我们还是必须要放手。如果你仔细去听这首歌的话呢，它的歌曲的曲风有一种坚定的感觉，就是你其实都已经知道，你很笃定你们之间是没有爱了，即便痛你也要放手了。王慧伦的这首歌叫做 Every Time It Hurts。
用合成技術製成，幫助抗菌，加上遠紅外線功能，一加
熟吗？我都想买盘券，干嘛独独挑一锤他？干露比乐，一生一世的幸福。嘿，你有在养宠物吗？你是真的爱动物吗？当然，只有爱是不够的吗？这几点我有办法。一个小小的笼子里面关着好多只哦，宠物想要活动活动，还是想要躺下来休息呢？越南得主李先生林 Sir 和宇宙人齐聚马来西亚 Back to Back。
盛大举办，我们到时见。生活很苦吗？那就来点有趣的吧。经典街，经典的粤菜白斩鸡就跟咖啡搭起来了。白斩鸡咖啡，它怎样煮？放在上面，哈，就是豆冰，就奶盖这样子的感觉。Okay.然后如果你要加多冰的话，你加50%的话，就给你多一点食盐。我刚才看到阿森他吞口水，所以要小心，因为不能看两样嘛。OK， 但问题 OK， 很可怕，很漂亮。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啦，它是应该是你饿的时候吃。